男人要想富就穿红内裤哈。我今年给我老公买这个可不一样了哈，你看这个包装哈都老高档了哈。他这个啊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莫代尔磁石内裤哈，给你看他这个底裆哈就可有意思了。他这里啊自带两个小眼睛，看到没有，其实呢是两个小磁石，它能够产生微弱的磁场哈进行养护，对男生啊就特别的友好。而且这个小圆点你知道干嘛的吗？它其实啊是一种温感的面料，遇到这种湿气潮气的时候呢，这个小圆圈就消失了，其实呢就是帮助咱们把这个湿气潮气啊给它吸走，保持一整天啊这里面都干干爽爽的。龙年来了，所以外面呢有这个龙的图案，就是龙年大吉，还有这个麒麟就是鸿运当头，还有这个福字呢就是福星高照，都很好照头啊。而且这个面料呢就是这种莫代尔的面料哈，特别的柔软亲肤啊，摸着贼舒服啊。而且呢腰部弹力也是很大的，最大能穿到200来斤啊，关键人家现在哈三条只要这个价格，而且还咱送运费险，你就说划不划算吧。马上过年了哈，赶紧给自己给老爸给你的好兄弟啊都安排一份哈，让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啊都能红红火火的。